徐悦武被释放了，已不拘留进行调查。你马上查出他在哪里，您自己看吧。现在轮到妈来做选择了，看您要收买我结束这件事，还是要让全世界的人对您指指点点。你为了不让我坐牢才决定跟洪振雅结婚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埋怨你，怨恨你。拜托拜托你不要哭，您怎么会来这里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黄金面具，东森戏剧40台。